来了。文喜先生，你师傅冇教你咩？同门靠技，留力就不留手，做咩啊？睇我唔起啊？咁我嚟真噶啦。细路，你冇嘢嘛？冇事，冇嘢啊，咁就嚟过啦。跟住我啲肉啊！睇住我啲衫边走啊！喂喂喂，你嗰啲都系咏春？我打出嚟嘅就系咏春。你嗰啲唔系咏春，师傅话咏春系手打七分，脚踢三分嘅，穿过下山路。唔好赖师傅，冇错，传统嘅咏春系以手为主，但系唔能够一成不变嘅，变化咗嘅咏春变得更加灵活，有脚法，有术法，一招多用，招招实用。未知高人尊姓大名呢？我叫做梁碧，佛山人个个都称我做先生碧。李叔公梁赞就是我的伯爷啊，原来是师叔啊。